交不到女朋友，绝对不是因为你长得丑，交不到女朋友也绝对不是你没有钱，是因为你没有每一个人都去表白。你不信，你走在路上就表白，只要是女性，总有一位女性，她会跟你一样空虚寂寞觉得冷。请你不要以身材外貌去评论一个人，有时候心灵上的交流好不好？进来进去进到一个白莹莹的，你进阿小，人家要跟你进，少年呢，巴肚腰吃一个鸡腰就好啊。不是你没有女朋友，是你们太挑，是不是？兄弟齐心300公斤，跟着姐妹齐心300公斤，那种的你怎么不去？对不对？一些我看长得虽然不漂亮，但是身材很漂亮，你也可以追啊。有的年纪大一点，我觉得很好啊，像我都是喜欢年纪大的哦，因为知识很多、啊哦、我说脑中的知识好不好？乱想什么东西啊？你在讲什么 69 什么女上男下，后面什么正面知识很多，知识含量会跟我们谈历史，谈古往今来。馆长你知道吗？外太空的古雅文明，这样的女朋友，我们是看女朋友是看内涵，好不好？对，一定要含内涵，越含越爱含，我越喜欢。对，天天都得含，好不好？我的名字叫做韩。